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不同质量的钾跟乙氧物体啊，它的加入跟外力的关系图如这个图了。那么钾跟乙哈，它的质量比是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 F 哈等于那个 ma 嘛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取同样的力量 ，F 一样的话，那么它的加速度哈就跟质量成正比啊。哎，质量成反比，讲错了。这如果是定子的话，那乘起来是定子的话，那么它加速度就跟呢质量成反比，也就是说 a 啊哈，它跟呢质量是成反比的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它加速度比是多少呢？加速度比是2:6嘛。也就是说哈，我这样，m 哈，这个钾哈，比上呢 m 乙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 a 乙的比上 a 钾。哦，如果力量固定的时候，它质量就跟呢，加速度成反比。哦，那 a 乙的话是2嘛，那 a 钾是6嘛，就2:6嘛，所以是等于1:3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。